靠，这里成了你的新据点，真的是伤脑筋，就不要追着小月跑嘛，玩你的不是很好吗？才刚刚帮你拍又来这一套，亮亮给我关进去了，因为现在阿宝飞哪里亮亮就跟着飞哪里，形成了一股乱象，群鸟乱舞，连我的头顶都不保，真是。阿梦就很安静的乖乖的选择他要所在的地方，那偶尔会陪陪阿亮。那刚刚昨天给他的球今天又裂了，大概保不了两天了，可能今天晚上下班回来他就爆了。不要啦，你暂时不能出来啦，你们两只你跟阿宝出来都会作乱。梦梦我倒是希望能够多出来，只是我很害怕他是不是肚子里面又有蛋蛋了。梦梦来，要不要去玩？哎，姑姑换了一块新帆布，你可以去试试看哈。来，不要。他们对新的东西接受的程度稍微慢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会慢慢适应，不着急。来了，阿月又被阿宝赶到我的肩头上来了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自在就好，开心快乐，自在就好。我们来去泡咖啡啦，走吧。哎呦，嘿嘿，飞了。哎，就知道没好事。你别猜了，别猜了，别猜了，你猜，猜，别猜了啦。看我要怎么拼回去啦。哦，气死我！别猜了啦，你乖，乖。好，爱你哈，乖。哦，爱你哦哈。好啦，我们去泡咖啡啦。泡咖啡，水刚刚忘了开。好啦，再等一下吧。等一下是没关系，你们就在我头上等哦，真的是。好吧，我也变成一只傻鸟了。看着看。泡咖啡没？哎，好了，先下来吧。啊，阿月下去了，来换你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来，换你下去了，换你下去了，换你下去了，求求你不要那么凶，拜托你快下来，来啦。来了啊，下来下来，好下来下来，好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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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手背都给你当楼梯了，你还想如何？哦，真皮耶。哎呀，现在是怎样？站着不给下来，水开了啦，水开了，不要咬我，会痛，对，会痛，再咬我生气了，不行，下去了。气了，这两只鸟是怎样？好了好了，我的水开了，我要赶快过去了。水开了，水开了，水开了。好了，我要泡咖啡了，你们不要过来哦。好了，即溶咖啡 OK 了。好，继续游戏了。来，你也去。
你也去游戏了，快点啦，阿宝，乖。哎，梦梦寂寞的背影，怎么样才可以让梦梦开心起来呢？好了，再想想办法吧。梦梦，哎呦，梦梦嘞？哎，梦梦来，梦梦乖乖，梦梦来，来来，我们去床上玩玩，要不要？哎，去床上玩玩，好吧？最乖了，哎，新的布布哦，嗯，新的布布，哎，他还是拒绝了，好吧？那就慢慢来了，好了，慢慢来了，那你还在我这边？还在我这边，阿宝什么都好，就是喜欢咬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去玩好不好？乖，嘿，都是阿宝，宝哥，宝哥，好了好了，你去玩，去玩，好去玩。好，去玩咯，嗯，自己去玩。你最乖了，自己去玩，啊，乖咯，来。来，来，来，不要打扰别人。来，摩天轮，呦呼，来，过来，自己来玩，不可以打扰别人。嘿，不要打扰别人。好了，乖。哦，乖，啊、哦，乖，好了，好了，再给你玩，不要打扰别人。啊、哦，不可以破坏玩具哦。哎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扶起来又弄倒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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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棒，好好好，去玩。好，尬上了摩天轮是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来吧。哎呦，一只飞，众鸟飞，这下起头的可是小梦啊，哈哈。好了，大家飞得开心就好，玩得开心就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妈妈，没听到？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们拍拍小鸟的正面，啊，可爱小鸟鸟，可爱小梦梦，你怎么老是背向我？来，哎呀呀！好了好了，乖，啊，就这样了。